有。这辈子就是不太喜欢吃鱼。好，我觉得看起来蛮厉害的，看起来蛮 juicy 的，好紧张哦，吃很多，但是蛮好吃的其实。哎，怎么办？从此以后爱上吴波云吗？爱上别闹了。可是他吃太多了。对，把肚子那个弄掉，这样就 OK 了。已经分不清楚鱼的血跟我的血。好，各位，这是我的 second round， 有没有看我现在是一个厌世脸，完全笑不出来。欸，刚刚那个是直接切块带骨，现在这个是去骨的。但肉变得很小，那我觉得没有关系，法式料理都这样。直接镜头录影，我会把这个放在意大利面上做点缀，就会把它有点中西结合的感觉。这是我这次的创意料理，好，明天加油，我回家还要练意大利面，拜拜。这个好看，tomato sauce是要配红的。半夜12点，我来海选咯，我快吓死了！我昨天练到晚上12点，加油！紧张哦，我现在真是满身大汗，然后眼睛又很肿，才刚睡醒，现在9:25。对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的食材、我的器具，然后一些不用冰的食材。我其实从来没有碰过吴波云，所以我很紧张。然后我今天做的又是中西合冰的料理，所以还蛮危险的。好热，我们拿上门来再找一条桥下。Yes， 大家都超紧张，超紧张，有点紧张。好，现在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了，我一个非常的慌乱，我就是这么尴尬，然后完全开不了盖子，厨师还跑到我旁边特别关照我，他们心里一定觉得我是来闹的。没有错，此刻的我就是完全剁不下来鱼头，我超级紧张的，我的天哪！然后那时候时间只剩下10分钟，我很努力的在切鱼，然后我也决定公布真相，就是那时候其实我的鱼全部粘在中式炒锅上，直接帮我去鱼皮。最后30秒，幸好我还来得及摆盘，时间到。我真的很开心，终于完成了。那时候我还把手举起来，超智障，以为是在参加 Master Chef 吗？我还跟我斜对面刚认识的新朋友一直在那边比手画脚。那时候我唯一想的就是不要跌倒，不然我的那个好不容易做出来的餐就没了。我也是有吓到，就是真的直接公布谁可以进棚这件事情，连阿嬷都来参加。那现场的气氛很好。然后最后呢，就是正版成功的精彩啦。然后要换我了，我真的超紧张。接下来我们欢迎第二组选手上前，来请将自己的意大料理放在那我们先有请我们的第6号选手熊以希来介绍一下您的料理。我就是跟厨师说我的那个中西合并的理念啊，各种只要会掰就赶快掰。第二组选手看起来三样料理都看起来很不错哦，拜了。好像真的有吃到那个意大利面，真的很好看，红酱就是这样。我大
到底有没有晋级呢？赶快锁定节目吧！嗨，各位，我终于海选完，在我满身大汗，快累死了。公司的正白车，他可以进红了，他获得金铲。大家记得给他加油加油，加油恭喜！看好你，拜拜。要订阅《熊出没》。好，订阅起来，拜拜。它已经结束了，我在吃我刚刚做的意大利面，真的不错，好不好啊？这是我最不拿手的，我就做成这样。如果是拿手的，我应该很厉害，好吗？很开心的初体验。